吃饭啦，姐妹们。今天吃的虎皮辣椒，还有辣猪脚啊。这天气真热。那下面人就是插秧了。香辣木瓜丝，有很多姐妹她说我吃的少，我不是大胃王啊，我这是正常吃饭，知道吗？吃个正常，吃个农家饭菜这样子，饿的时候就多吃点，不怎么饿的话就少吃一点。那就看着我吃，要来做，我家大伯给装点饭给他们吃。你吃一块肉不吃了？嗯。你吃一块猪脚就不吃了？嗯。别碰到我的。给我吃完一下，天气太热了，喝水都喝饱了。真好看，拜拜，吃饭了啊！今天是个虎皮辣椒，都是手工香辣木瓜丝，中辣的。这个腊肉。
笑死他了。嗯，要吃饭就吃。拜拜，小鸡鸡。吃饭啦，先吃酸辣鲫鱼，虎皮辣椒。香辣木瓜丝，姐妹们，这香辣木瓜丝有活动啊！之前是27.9发两瓶，今天19.9发两瓶啊！太热了，喝了口水。
太热了。都吃了饭真的是。Bye-bye.